奈德遇到雷格尔其实蛮不好打，雷格尔算堪特奈德利啊。早期野区来说，奈德蛮怕遇到雷格尔算进来，奈德打不赢。然后加上六等，其实雷格尔先扑到奈德蛮危险的。但奈德最怕的jungle就是雷格尔是最好打奈德的jungle。同是猫科动物，猫怎么可能打得赢狮子呢？对不对？打闹喽，打闹喽！我平常都起狼啊，只是我想试试看起九级的。一毛四，感觉这雷格登就在这里等我。我进我红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哇！哦，nice 啊，换掉了。好会扭，脸笑不要扭掉啊！感觉他早点散了，因为我知道他旁边有下眼，所以我先拼他灯了。下路是被干爆了，
不 nice 啊，玩得不错。回咯，我靠，好像被上了。南哥，剪尾刀，漂亮。都没傻。陈旧飞逝，朋友相聚，年年有玩。问子新年快乐，爱你，啾咪。新年快乐啊！哦哟，这个，我看别换掉，好痛啊！这个 Q 有精锐的。得把他打下来，不然应该会死。
干！干嘛我去抄他？干我靠腰嘞？为什么？刚我飙的时候他就刚好晕倒，被打二哎！干嘛该打晕的？干嘛去抄他？嗯，尴尬啊！我两次晕都是他刚好，两次飙都是刚好他晕倒。哦，闪过了。哦，这个不错 ，nice。哦，这个不错，应该我觉得杀掉全部。牛的 combo 还不错、啊。我干 ，Breaker 也太痛了吧！快逃啊，牛牛！还好秒掉一只南哥，赚了。改出声音好点，对面 AP 伤害一堆，只有狮子是纯 AD， 其他都是 AP 不然混伤。现在先出声音效应蛮大的，雷兹 TP 了，可以打哦，留住人。哪一口？擦一下，跳过去，秒杀，漂亮。转翻了这波。
这波 nice 啊！几个木？你妈逼的！共三角哦，就到了、欸。娘！完了，汉高被跳啊！Nice， 八龙，哎、欸，没有八龙，推塔推塔，小只的。推塔推塔，干差点就以为有八龙，他们都开太智障了，还可以拿两塔，这波超赚。哎、欸，我操，拍电影哦、喔，你有没有冲我小？不要啊，大哥。南哥没死啊！完了，死光了！哦，换掉了，漂亮！嗯，干一个冲动，智芒哥、智芒兄太冲啦！没有，他们第一波不好，第二波是因为南哥都骑 AD 都骑在，你一定要灌他伤害。还好，送三颗。新年快乐，共三小。哎呦，没瞄过去，没关系，什么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没人 cover 他哦，感觉他好可怕、哦。哎、欸，没人 cover 下路，哎，感觉下路就可能被扫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这样应该还好。感觉 Moose 要死了，熊文安还拆，来人，给熊文安死，没事，乱下塔。中了。
奶你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开战不错哦，牛不错哦，雷哥。哎呦，这个开战不要啊，这蛮凶。哎呦，内陆送头。我整奶自己。哎，整个干嘛？干笑死了！感觉要退了。我被屌贝特。快逃 ！TF 要飞了。哎，算了，吃了感觉会死，不吃了。完了完了，拜托 Nemesis 不要 ，Nemesis 不要来 ，Nemesis 走开。好 ，Nemesis 原谅我了，感谢你 ，Nemesis。去拿个山龙吧。哎呦，他怎么没干呢？插死你！飙死你！哎呦，干嘛？还直接被南哥问号，笑了。我操，雷兹拍电影哦！好，卖了卖了卖了！看雷兹太扯了。雷兹太猛，那得被雷兹秒掉哎！刚才位置感觉不好。你要小心。
你要小心点。他不开到大了，他现在最肥的，他两波都被雷子秒，我们就很难打。干，雷文怎么会被开呢？哦，漂亮死了！被抓到太多人了，人给秒不应开啊！走一起吧，不然就等了。然后我买个金人呢，不然我会这样蛮难打的。反正雷格尔这场没什么用，可是其他雷兹太防了。我操，不灵不灵的。我操，轮流送下水饺啊。哦，可以哦，哦，这个标这个缓速，摘标那个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我刚刚没看到我，反正是两边都在下水饺。给个钱！你看，刚才不是死了四个人都下水饺，每个都在耍滑稽。给个钱，拜托！钱好尴尬，不够哎。哎呦，好可怕！我要死这里吗？看，我觉得我会死、欸。
他怎么这么带走，还敢在这边？哦，我走了，好可怕！我不敢。啊，超靠北欸，白说话还背特，感觉先买帽子，拼个伤害好了。什么叫四龙优势啊？哦，这个大，这个大不错哦。Nice， GG， 别走，插死你！嘣 ！GG。那巴龙吧，巴龙，急不了，大哥，巴龙。别去让我过年我刚运到雷兹完了完了，要被开了！完了，被开啦！哦，哇，熊！再一只！插死他 ！Nice！ 不要 ！OK，GG！ 好险，牛够硬 ！Win！ 加18分还不错，玩得不错。这雷文来玩的，Top damage， It's okay。